接下来，张艺兴的话转过身来，上次安迪还取笑我，说有没有谷爱凌的微信，说他有冰墩，加微信看爱凌的金墩。网民也很好奇，张艺兴开玩笑说，我告诉安迪，我和谷爱凌说，我们会互相交换联系方式，但如果你想让谷爱凌微信，首先你必须收集7个冰墩送我，然后考虑丢失，啊哈哈。